AI 一定是目前最适合普通人逆袭的机会，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偷偷通过 AI 创收。我绝不允许我的粉丝存在信息差，这五类 AI 神器你一定要收藏好。这里是绿岛 AI， 关注我，带你快人一步踏上 AI 时代，快快快快车。就在刚刚，一切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都被碾压了。谷歌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视频生成模型 VideoPoint， 它几乎是全能的。之前的一些 AI 视频生成工具都只能生成轻微小幅动态的视频，而它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讲述不同的视觉故事，这个过程无限重复，可以生成任意时长的视频。它还能像这只浣熊一样按照你的指令完成不同的动作，当然它的能力不限于此，它还可以根据你的指令完成视频画面风格的转换。你看这个宇航员，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提示词去附加不同的效果和样式，它也可以根据指令把视频生成你所需要的视角。除了生成视频，它还能为视频的画面匹配对应的音频，这完全碾压了市面上的其他 AI 工具。最最最厉害的是它能够根据提示词生成短篇视频故事。 Rookie loves to play soccer with his friends, collect acorns from the trees, swim in the river. 这是谷歌除了 Gemini 多模态大模型之外带给 AI 界的又一里程碑。果然最强的都是压轴出场，是不是普通人做电影大片的时代就要到来了？最近这种 AI 美女跳舞的视频非常的火，一个简单的实现操作就是把市面上很多的美女跳舞的真人视频用 AI 的工具变成 AI 美女或者漫画美女。那这类玩法应该如何变现呢？首先是流量变现，因为美女的账号流量一定不会差，所以我们可以去做各个平台的创作者分成计划。第二种是男粉变现，这个就需要你的后端有一些产品。如果是现在本身就在做美女账号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玩法。第三种就是知识付费，分享关于 AI 工具的使用，你只要做成一个成熟的账号，就一定会有人愿意学。关注我，下一期我把详细的教程分享给大家，有剪映、无界 AI、Wink，还有阿里达摩院出的这个 AI 漫画工具。 Nice， 两分钟做一个高质量数字人视频，请大家一起关注绿岛 AI， 这个 AI 博主真的好棒。现在很多商家都在用这个来闷声发大财，这是我们国产的最全最好用的 AI 数字工具，里面有300多个国家的数字人以及配音都可以直接拿来用，还有海量的模板为你的创作提效，让你的营销视频瞬间变得国际化起来，无需真人出镜，轻松制作，可以完美匹配口型。最关键的是手机版无论苹果还是安卓都可以使用，抓紧用起来同学们。你想想，你做一个号的时间别人做10个号，他们的收益可是你的10倍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真正解放双手的 AI 自动剪辑工具来了， AutoPod 是一个 PR 的 AI 插件包，它可以30秒帮我们生成40分钟的视频剪辑。它使用了机器视觉、语音识别等 AI 算法，能够像人工一样判断视频的语境和逻辑，选择最佳的视频和剪辑顺序，还可以自动添加淡入淡出等转场效果，关键是还可以自动完成多机位的视频剪辑。 Thanks for bringing it up. I'm over three. 关注我，后续我将分享如何用它自动做成高赞高转粉的影视解说，只需5分钟就能做出一条爆款影视解说的视频，简直不要太爽。Pixel 这绝对是我发现的最最最保障的设计神器，
用它出图效率倍增，全是高质量的作品及模板。小白设计师用了秒变大师，这里都分门别类的帮你整理好了 UI 组件、图标、移动设计、网页设计、插画等资源，重点是全都免费，不用下载，打开网页直接用。好啦，今天就这样啦，我们下一期见。